哦，干嘛？阿龙，看见，我们信息公安局的，哪里？信息公安局的，啊啊啊！哎，你们把出示下你们的有效证件呗。那你身份证拿过来。啊，出示下有效证件，你们今天查找。查了这么多呀？那个都谁查？啊？你们都是来查房的？啊，对。这都是你们公安局的人吗？是啊。刚才谁出示证件？我们看一下。虽然你们有证据，有些证据，护照。喂，你现在是哪了？身份证没带来是吧？啊？身份证没带是吧？没带什么的，护照不是一样的。你现在是哪国的户口？这个你接到了。你是哪国的这个？哪国？上面没写的国家吗？